刀队友的敌对都怪这个刀的人，就你刀没办法控制，养好刀我知道。好多人喽，杜比的肉真好切，肉我看起来很好切啦。天哪！天哪，这游戏怪怪的。感谢白神。每一场都有狼狼狈的。哎，第一天是不是你在追我？那个人那时候我在追你，是我追，因为我刚刚跟你擦肩而过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躲在那边有一楼有一个坑，我们那边躲了三个，而且我进去还把西亚吓出去，要变成猫了，超可怕！我只能说超可怖。哎呀。啊，我们的任灵真的很强，再做一些调整哦。一狼一炸弹，一个百变好了，好吧？我们百变跟盗贼之前可以盗人家头颅，现在没有办法。测试来测试。想要色狼是不是？想要色是不是？多想。那盗贼去转成色狼，这色狼不是隐藏的？是隐藏的，躲在哪？隐藏加速啊！哦，你说那个吗？上面上面好人阵营吗？好人阵营这边哦，这边。我一直以为他藏着的，我还没点空的。然后我们有那个按钮在哪里？按钮是不是？没错，来玩按钮啊！找按钮。找按钮好不好？木木，这就是职业会是按钮的，就是你自己选择。嗯，就是你等一下玩就知道，大家继续就会知道了。啊、我们这都只有三十秒，它新增这个哦，只有三十秒的长按钮跟、放按钮的哦。好，哦，可以看看我们的配置，三种狼，复数的忍者跟守卫。一样怨灵，然后有色狼，色狼就是你可以当好人获胜，你也可以晚上用晚上的时候摸所有活着的玩家，只要所有活着的玩家都被你摸过，你就赢。你也可以等到最后，你跟狼两个人，你只要摸到他，你就赢。那就来试试看，木木，这就是有没有一开始我们可以放按钮，那等一下呢，就是去那个按钮会有职业啊。完蛋了，我你就随便放，你找不到这也没关系，你也可以去拿人家按钮。我按钮 Q 太快，他不见了。没关系，那就是三十秒后。我回来了。哦。哎，对，我们忘了。我没有，我是太接近另外一个。忘了我们的 AI 伙伴，我们等一下提醒一下，开一下 AI 伙伴。有没有这个按钮就可以自己去找，自己选。哦。都被抢走了。是猫咪。OK， 可以。色狼。到底多想要？他很想当色狼哎。如果你找不到，他其实都有粒子效果会带你啊，都没有的话也没关系，时间到他也会自动分配。刚刚是时间到吗？那个五十三秒是我们可以躲起来。哎，我按到了，被拍走。就一般的白天。木这边很多都可以各种躲。Hello， 太棒了吧这个地方。哦，嗨西。如果有人躲监狱倒下的人是可以指引监狱的位置哦。不然那个有点。如果我输的话，监狱看到。对。哈基最爱去的窝吗？喂，下来。那这样村长那个是不是也要他指引一下？对对，掉下来。都可以。有狼人想要去哪？找不到，可以指引一下。干嘛啊，喵？你想干嘛？没啊，我也要上去。你这么清爽的没啊，让我很害怕。没啊。往外是人类。没啊。那个下部电影为什么穿的那样？因为那个百变狼大家都会穿，大家都会穿的不一样啊。好。嘿嘿嘿，预言家就是乱码，就是正常的。我说预言家看婉婉是正常人。好喂，正常。婉婉是正常的婉。没错，强婉，没破。
没有破，没有破。哎，没有。而且阿巧前面怎么一个木木在下面跑？木木阿巧目前看起来不是啦，他在我的左。他在我的下面。等一下可以表演给你看啊！哇，他很勇敢哎、欸。你是勇敢的小孩，不是我干嘛吗？我两边我先连起来放，不是我有个我这边什么东西下来，你跟我下来，我只能在这里放。我可以控他，我可以控他。忍术启动，有没有对话框会有？生日快乐。那个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站在仓库的最底，他们没有看到我。我刚刚看到兔兔在我面前变狼。瑞比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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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，是白变狼变的。谷仓底下，我记得是通道，通道应该是大洞的教堂吗？还是大洞？我忘了。飞机吗？我以为是我瞎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站在这边，然后两只狼没有看到我。上去了，大洞。大洞的，瑞比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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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人一票，瑞比特，你被诺英偷窥了，不到，没事没事，他已经四票了，他四票了，你赶快先躲好，先躲好，高票当选，高票当选，也要查阅。对，但现在一格出去，然后我跟那个杰克刚都有用技能。很好，我查一下我自己，我是好人。不好意思，请问我是隐形的吗？哈基在我面前变形。哈基，你跟瑞比特有什么两样？我先走了，有没有隐形？我是隐形的，我是隐形的。你当我们诺主播是塑胶碗吗？我刚才看了一下，奇怪，我是隐形的吗？为什么大家都在我面前变形？有可能是狼吧，他觉得你是狼伙伴。为什么把自己搭自己拱出来呢？不是因为这种变形太好笑了，我想要讲那个太荒谬了。两边都有。哎、欸，他打不死，他怨灵。好，预言家等一下查诺伊。不是预言家现在是瞎子啊，他只能随机查，不是吗？对，长度诺伊诺伊偏短。我跟你讲，就算我是预言家，但是你们在我还没有隐形的时候，在我面前变形，而且我那一整把都没有隐形，应该说我这一整天都没有隐形，我就站在这边。那他今天那个有的可以往下走的洞，大谷仓吗？我们对，旁边有个洞，这边。三狼好，哦，他又是后面那个洞啦，又是那个洞。哎、欸，可是等一下，不是有那个吗？欸、没有，有三狼，有三只。三狼。你们在谷仓底下。这个可以上来了、哦，好像太多人了，很先。嗯，怎么有人看到我了？有，想说控一下哈基。没有控，我在原地给我打、欸。这里还有一个哦。感觉这边再留我一天，我爆了两个，你还可以再抓一个。下可以看长度，它不会是最，它是短的，但不会是最短。对，最短是都比，都比，要不然就西亚。都比最短。ID 啊 ，ID 比较短。嗯，你可以看看。哎呀，我现在可以看到，我要那个查谁？诺英。诺英。哎，你们，我抓了两只狼哎！再给他一个晚上吗？他是我们的英雄。但是我是英雄，英雄，英雄雨露。我在帮你弄一个杯的，还帮你弄一个杯。老大不跟你们说了，喜欢你。剩下一个，但你那边很好笑。我真的没有隐形哎、欸，他们在我面前变，我都想说，哎、欸，我按了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按。你让他自己笑到要去厕所。现在肚子痛。现在肚子痛。他应该是吃太多串。百变没了。啊、所以这应该是雪狼吧？可是我们没有发光，还没有发光哎、欸，有可能是普通狼。炸弹就麻烦了呢。哎、欸，对、啊，还有炸弹。我们剩谁？没有，是、哦、狼跟百变跟炸弹的、啊，对，没有雪狼。就是是狼啊、百哎、欸、炸弹、啊、炸弹要、啊、小心被放炸弹哦，我们要这个谁比较可疑一点？跳人才可以跳过哦，我跟杰克用过技能。有什么？西亚是预言家，西亚是预言家，对，我还没有。有下陆地跟阿喵什么？你有查过木木吗？守卫，
我就是拿枪指着你先指起来放的那个。我忍者啊，你别放开我。哪哪是？放开！杰克要靠过来、啊。杰克是人鱼，杰克人鱼。杰克是人鱼，他有唱歌。那、巧克力是什么？我是忍者有用技能过、啊，第一天我跟杰克有用。木木啊，木木一直在跑跑跑、欸。对啊，木木在底下跑跑跑、欸。木木，你是什么职业？木木，我是炸弹狼啊。好，好啊，诚实的小孩，等一下，我下来。诚实的小孩，你刚才可以偷偷掏我 ，OK 的。真的是炸弹男哦，各位。没事的。没有我，你知道我不掏你，是因为我怕我追不到你。那确实，我是有留技能。我昨天已经被你溜了一整晚，快受不了了。我昨天有带他特训怎么跑地图。他昨天在教我怎么追人，然后我一直追不到。你可以秒刀。他来了，他来了。有加速啊。他来了，他来了。穿装的时候，穿装的时候不用跑跳。木木，你来的话，我给你吃鸭肉。啊、下面、啊。他说他有。他有。嗯？有什么？我可以的。有什么可？我无敌啊！我可以无敌啊！我被你吓到无敌了。有云有雾。想说你有嘛？让你表现一下，对不对？哎呀。危险啊！新朋友你好，木，我们来交朋友，木，我们握手握手。一人一票，认识木木。喂，你要不要吃甜梅？你要吃吗？回头味。哎呦，可以拿、哦，这还可以拿。我那这里呢？哎、欸，不行，好吃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还吃了我炸弹？有熔炉吗？还送你炸弹、欸？你给他，你给他甜梅，他送你炸弹，合理吧？是红色炸弹哦，都是红色的，红色都会爆炸，要小心哦。我们三个狼 Q Q Q 都被怨灵顶，顶烈怨灵。不是，我没有隐形，为什么你们都没有看到我呀？说不定有没有你刚好白色那边混在一起了？真的完全看没有看到。没看到角度，而且哈基被抓的时候，我还想说，哎、欸，有录音吗？我也没看到、欸，什么意思？啊，对，有 AI， 我们开 AI，AI、哦、AI 好朋友。我们 AI 的设定也有变，好吧？他说白天的时候有别的玩家被票 ，AI 才会被票。哦，对，所以他不会说晚那一白天有没有 AI 就去票人，不会乱票人。然后 AI 的名字也会是随机的，所以不会再、不会是杰克了吗？对，不会再有杰克，我们就看看，说不定也有。当内鬼了。那随机要两个杰克怎么办？就场上就有三个杰克。然后跳过白天也是，我们有跳过白天 ，AI 才会跳过白天，好不好？好 ，AI 人性化，没有玩过 AI， 不然太暴米了。你等一下进去就知道。那我们狼也强化哦，黑狼炸弹跟百变三个都有技能的。对，那好人那又见，使其成为陪葬者。好人多一个，你是想要陪葬谁？宝贝，肯定是你。哦、oh, no. 好人多一个那个盗贼跟谁人鱼，好吧，忍者人鱼守卫是复数的。阿基也回来了 ，Let go， go， 甜梅还在， go. 可以吃甜梅喽。哇，是还没长出来？哎、欸，我的按钮不见了，我的按钮也不见了、欸。靠太近，对，你靠其他按钮太近了，远离。嗯，哦，这里已经有人了，滚。这个意思，已经被入住了。是那按钮说的，我只是翻译。嗯，是按钮语。我想活下去。下去啊，这一定是哈基，他到处会扁人，这一定是哈基。什么旁边一堆啊？我要活下去 啊！我看到色狼，怨灵有被人拿走了。怨灵被拿。色狼没了。我的。色狼也可以好人获胜，选择很多。而且四郎真的很强，真的
真的。哎，这边还有一颗炸弹狼，本来不想打、哦。那你怎么还看得到呢？那你是不是就是按钮是吗？弯弯，弯弯，弯弯有点小可疑哦。没有，很早就选了。啊，这个玫瑰好痛。哦。哎，那我们的 AI 是谁？看不出来。